在疫后的健康游或者防疫健康游方面，其实我们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。当然就台南人就是好客，台南人就是热情，台南就是有很多好山好水及美食等着大家，欢迎大家在疫后能够做一个美食健康小旅行。我们将安排许许多多的每一站都有不同的美食、不同的主题等着大家，每一条路线都有人都会让你惊艳惊喜。因此呢，我想欢迎大家。刚刚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复原者联盟，现在不管你是复原者还是你是健康啊、完全没有染过疫的，都可以欢迎你来台南啊，每参加美食小旅行、防疫健康游。OK。